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今天刚注意到 Final Cut Pro 又更新了，正好借这次升级软件的机会，集中回答一下大家在升级过程中经常问到的一些问题，例如升级软件会不会影响插件？要不要重新安装？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怎么办？盗版可以直接升级吗？内容可能会有点多。 大家可以先点赞收藏。我们先来看一下 Final 的这次升级带来了哪些变化。不论你安装的是正版的 Final Cut Pro 还是非正版的 Final Cut Pro，在系统检测到有新版本更新的时候，都会在 App Store 上弹出更新提醒。差别只在于，如果你是正版用户，直接点更新就可以了。这次版本更新到了十点六点九，看起来更新的内容不多。 主要是增加了针对于新的 iPhone 十五的拍摄格式的支持，新增了富士、大疆、阿莱等几款机型的 LOG 文件的支持，修复了一些错误。在苹果的官网上会有针对于每一个版本的详细的更新说明，会比 App Store 的介绍里面写的更详细一些。但是中文的苹果官网的页面更新的比较慢，现在显示的还是十点六点六的更新功能。切换到英文语言下可以看到最新的更新内容说明。如果大家看英文比较吃力， 可以看我之前发的视频介绍的这个浏览器翻译插件非常好用，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必要的更新功能，你当前用的版本很稳定，千万不要在第一时间更新你正在用来生产的主力软件。另外，也不要轻信别人告诉你的新版本没有问题，可以放心更新的说法，一定要自己测试一下再迁移到新的项目上来使用。 因为每个人在工作中使用到的功能，或者它的使用环境、所安装的插件，包括它插件的来源是否都是正版，不同的破解方式、不同的部署环境、不同的使用方法，都有可能造成大家使用上和体验上的不同。可能在他的项目使用过程中，新版本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你并不一定，所以还是要自己严谨的判断一下。 在正式更新软件之前，我们需要先备份一下正在使用的 Final Cut Pro 版本。如果新版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退回到老版本继续使用。备份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右键选中 Final Cut Pro 软件，选择复制，这样它会在应用程序的当前位置复制一份。我们可以在文件名上标记好软件的版本。这种备份方法也适用于其他的苹果系统下的软件。 这是苹果 Final Cut Pro 七过渡到 Final Cut Pro X 的时候，官方建议的一种方法，可以在同一个系统下共存同一个软件的多个版本，相互没有干扰，共同使用。但是大多数软件不支持同时打开多个版本，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备份后的十点六点八软件是否还能正常使用。好，一切正常，版本十点六点八。我们现在关掉 Final Cut Pro 软件。正版用户的升级非常简单，只要在 App Store 里面点击更新，就会自动完成下载、安装、覆盖更新。 更新完成之后，点击打开 Final Cut Pro，这样就更新到了最新的十点六点九版本。如果你是非正版用户，需要手动的下载 Final Cut Pro，然后手动的把 Final Cut Pro 主软件包复制到你系统上的应用程序文件夹，替换掉原有的版本就可以了。而且，如果你是非正版用户，也不用像刚才操作的那样通过复制来备份之前的软件版本，你可以去之前找到的非正版源的下载地址，重新下载老版本就可以了。 在苹果系统下，几乎所有的软件用户设置和软件的主体都是分开存放的。这样带来的好处是，不论是你重新安装软件，还是升级软件，软件的设置和第三方插件都不会丢失。所以就不存在升级或者重新安装软件之后，重新自定义设置和重新安装插件。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常用的一些个性化设置都没有发生变化。 安装过的插件和模板也都在，并不需要重新安装。如果你在更新过 f i n d c u a t Pro 之后，弹出插件的更新提醒，那说明你之前安装的插件版本太低了，需要同步更新插件到最新版。所以，你可以在更新 f i n d c u a t Pro 主软件之前，先去你常用的插件官网上看一下插件的更新版本和它对应的 f i n d c u a t Pro 软件的版本。 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更新，就是专业格式的支持更新。一般在几个大版本的 Final Cut Pro 更新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专业的视频格式更新。只有更新了它，才能让新版的 Final 支持最新的摄影机格式。但它的更新不在 App Store 里面，而是在系统的更新设置页面。而且专业格式的更新是不区分你安装的 Final 的来源的，不论你是不是 Final Cut Pro 的正版用户，都可以放心的安装这个专业视频格式的更新。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如何。 备份正在工作的项目。当我们在更新了 Final Cut Pro 软件之后，打开正在使用的老版本的项目，它会在首次打开的时候弹出一个更新提醒。只有同意更新，把我们的项目升级到最新版的格式下，才能够打开使用。如果不同意更新， 是无法打开这个项目的。再次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更新正在使用的项目，一旦点了更新，老版本的 Final Cut Pro 就打不开这个项目了。建议大家在更新软件之前先备份项目。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如何在更新软件之前备份正在使用的项目。我们在资源库文件上右键，在打开方式中选择使用老版本的十点6点八打开，然后我们在资源库上右键，选择拷贝到资源库，新建资源库。 设置好资源库备份的路径和文件名，然后在备份的选项中选择不包含媒体的资源库，因为我们主要备份的是工作过程中的项目时间线上的各种改动和剪辑操作，所以不要选择备份素材，包括渲染文件，这样可以节省硬盘空间。这是备份前的资源库，这是新备份好的资源库，因为没有选择备份素材，所以素材全都是离线文件，这个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将来需要使用这个备份的资源库的话，选择文件菜单，重新链接媒体文件，选择原始媒体，重新连接一下原始素材就可以了。因为在备份的时候没有选择备份原始素材，只备份了工程。可以看到备份前的项目资源库有二十个 G，备份后的资源库只有四十九点六兆。好。 以上就是大家在更新软件的过程中经常提的一些问题。另外，最新版的软件我也放到了群公告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投币、点赞、转发，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